老板、啊，我什么时候能下班啊？你等我这些忙完了呗。不是你在这加班，然后你给我拴这儿了，你这不压榨员工吗？你有事儿啊？反正下班没事，陪我待会儿呗。你这么知道我没事儿，你这。喂，你加班呢？哎，姐姐，你赶紧把这杯喝了。你闭嘴，能少说话不？嗯。都等你，你怎么不喝呢？该，都怪你，你俩怎么解释吧？管你怎么解释呢？那是我爸，你以为谁呢？你爸呀？你以为呢？那跟我啥关系？别说话，我也来电话。我在公司跟老板加班呢。硕哥，喝酒了，养鱼呢，搞这么点。我真在公司跟我老板加班。哎呀，小姐姐都等你了，硕哥。行，来，你愿意说话你说，你接吧。谁啊？你爸呀。我爸。啊。我爸怎么大爷？我哪知道啊？找你的。哎，爸，喝酒了不是？